热情民众簇拥下，杨琼英牵着卢秀燕的手站上竞总成立大会舞台，一开口再提空屋炮打中央。台中空气要清新，一起要减煤，好让的空气清新，新台感动。杨琼英、韩国瑜神高联合竞选总部成立，不止卢秀燕现身力挺，前任县长廖廖以还有立委许淑华都夹带韩流加持到场为他站台，展现国民党团结气势。有的人就很狠心。跳的最早，做人呐无情无义，对家己政党都安尼，会背逼人民不？你想一对人民会活动？我们完全没有用游览车等来发动，自主性来了这么多人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杨琼英上一届参选败给现任立委洪慈庸，但他服务处不打烊，持续耕耘，颇受地方好评。四年后卷土重来，这一次还将对上台湾民众党推派的张瑞昌，一个有小英站台，一个有柯P背书。杨琼英则搬出支持者对他的殷切期待，希望能挺进国会为民服务。记者连嘉庆台中报道。